的心像明月，映着心灵的故乡。七十七的，七啊七啊，对。学员的第一餐，那我们要让大家感受到是什么幸福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回家的感觉，所以有大家真好。十二点要排什么？主菜。好。六点要排什么？副菜。好。三点。我们十月份，我们的勤务非常的多，医院志工培训要回来寻根，那还有这一次的相机啊，大家能排除万难请假，我们以等待孩子回来的心情迎接孩子。工作虽然是分工合作，对不对？不分心哦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他说谁要打饭啊，我一下子就举手说我来打饭。一直以为很简单，接上的时候其实很紧张，有昨天晚上就真的是睡得不好。后来我一直想说，奇怪，我自己做生意做了四五十年，什么工再大的场面我接过了，怎么会那么紧张啊？应对那么多天哈，体谅学员的体力哈，我们准备一道手工菜哈，糯米椒豆瓣，就是让他提神，好补充维他命 C 又下饭的一道菜。相机功夫一级棒，给你素食好味道。我们是相机族，欢迎您回家。